好，向今天来看日空指数，头一届超金拿瓜伫美东时间19:30已经出现，美洲、欧洲、亚洲和大洋洲拢会当看到。要那算来，今年还有三届会当看到机会。日空指数呢，第一摆嘅超金拿瓜伫美东时间19:26出现，各大各港嘅超金拿瓜，好轻松买是看甲通价，唔但是伫个看看嘅所在，用目睭唔免用眼骨头当看到。伫美洲、欧洲、亚洲含大洋洲，拢民众去翕到超金拿瓜嘅形影。天文学家讲，月球是地球嘅轨道，并唔是完整嘅圈仔形，是亚囊形，像我地球嘅距离敢那36万公里，这方叫做是近地点。月亮差不多有90%挖近地点嘅时阵，才当方叫做是超级月亮。加上刚一个月内面出现第二摆的满月，方叫做是超级拿月，而且发生这种天文状况的几率是有够少。那是无看到19这摆的超级月亮，阁有比当时间9月18、10月17和11月15这三摆会当看到。9月18拄好拄到中秋节，阁会是超级丰收月，而且规定会看到十月。It's usually 7% bigger in the sky and about 15% brighter as well。公司新闻，新闻不会变异。